就像校长啊，校长当了20年校长，我到每一所学校不敢随便种一棵树。那为什么篮球场的地面会这样凸起来？我们种的不应该种的树，比如说这个黑板树、小叶懒人、菩提树、榕树、雀榕，这些属于热带林木，它的根非常浅，所以你一种下去呢，它怎么样？它的根就会很浅的慢，把我们的跑道，把我们的这个篮球场的球面都破坏掉。那这个要做的话，是要花费相当多的钱，不是不做，不是说，校长不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还知道非常多，所有学校大大小小一切我都非常清楚。当然，我要先从哪里开始？先从这些又脏又臭的厕所。特色橱窗。